嘟嘟啊，拍牌都爱紧啦，南方。还怕上班哦？嘿，上班啦，上班怕我多啦，真的。进来喝啊喝啊。一般那个过年都打多大？300-100，三百一百二五啦，没有啦，50-20啦，你讲50-20，对呀，是打多大？哎，来，你先过你啦，你先看，跟他讲啊，那我们拿50-20，啊，你讲啊，打50-20哦，因为不大会打。但我说你们三位要小心，小心马国贤，为什么？因为马国贤哦，他有一些傲，就是 people。可以让他的打牌可以就是无往不利，也不是。但是问题是，马国贤都输哎。对啊，他封土必输哎。因为他假借打牌之名都在把妹跟吃妹豆腐。也不要这样讲。但是我觉得麻将这个东西有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。马国贤打牌没有赢过。西风。他可以超差的，而且每次要打牌都会先问说啊有谁要来打，然后会先用三围去决定要不要。三围。所以你看，你的牌他是不见得一定要会打，但是身材一定要。对。而且不能穿太多，难怪。因为我觉得麻将这东西真的是迷人，就是在这边可以找到很多麻将迷人，还是女生迷人？西风找到了朋友迷人了。我跟你讲，好赌的人哦，他不会喜欢女生的。可是他喜欢女生呢？没有没有，一般呢。我跟你讲，人家说酒鬼哈，色鬼跟赌鬼不可能凑在一起，因为怕亏，亏不好。你属于哪一种？哈，你属于哪一种？我刚好两样都没有。色鬼，他是色鬼。色鬼跟酒鬼会碰在一起，哎呦，会真的，哎，酒色，没有酒色财气嘛。你两个坐对面有没有觉得在照镜子？阿妈，我没有，都没发现。我还有努力啊，对啊，努力，对了，才会努力啊。哇，刚才就行嘞。虽然我哎呦，有一次有人跟马妈妈说，他像白云哥，他气到减肥，没有他对啊。我在其他的节目模仿他啦，模仿我，对啊，气到他减肥。你宁愿给纳豆模仿，不给我模仿吗？我愿意啊。对，好了，既然讲到你们体型。不然我来贡献一个跟你们体型有关的故事啊。小丁丁，你说廖慧珍怎么样？就是有一次我们打牌，然后他魁也超怪的，因为他有一些就很贱的招啊。就哎，你跟他打过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会穿那个细肩带，然后会这样，就是洗牌的时候在那边晃晃晃他的手背，然后呢，他会挤乳沟，然后射对面夹，然后有一次他就真的赢到有点夸张。挤乳沟怎样？射对面，怎么射右啦？射右对面夹啦。对，然后补牌没。然后有一次我就想说他太旺了，然后我就上厕所，然后人家说厕所是晦气，然后我就把厕所门留一个缝对他，就他真的从头到尾背到爆。你哇，对厕所门有用吗？有用哎，我觉得有用，就是厕所，因为有的人会比较 care。李千娜，你有来哦？哇，你怕白怕干专心哦？你没当干的呀？我害怕啦，这节目还是要做啊。我跟你介绍，恭喜哦，恭喜哦。这是米可白。哎呦，你有来哦？我有来啊。哎呦，今天来的三位美女我都不知道。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。再来。对，而且。你有来哦？有来哦？哎呦，哎，出专辑哦？哎，对啊，出新专辑。哇。哎呦，你们看咋逛呢？哪里节目啊？行哎，你们看咋贴出来哎？哇，新专辑。哦，是。哎呀，苏联呐！是啊是啊，苏联，把你砍掉的，好你赢起来。不过我今摆拍麻将，你不要砍笑钱，敢好？哎，敢好？哎，吴燕哦，不会。哎，你又打我的背呢？啊！并不行，你不会忌讳嘛？难怪你将来会放枪啊！我真的不忌讳，我真的不忌讳。很多人就讲说让自己亏好，真的有帮助吗？真的有这种方法？哎，我觉得有哎，我每次去打牌哦，有时候不小心割到哪里哈，哎，有见到红破相，我就会赢，就会赢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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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啊！不是，那你故意把见血你就会赢啊？对啊，是真的。阿伯肯定打过我龙眼。我记得我真的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样。真的吗？就是我都会刻意挑我那个来的时候，然后故意找三个男生，他们一定会输，真的，他们一定会输死，一定都一家。嘎抓了，嘎抓。对了，哎啊，千娜，听说你曾经有自摸过，又打出去啊？怎么会有人那么笨？没有那么瞎吧？不是，怎么会有那么笨？我真的很笨，就是有玩一整圈都输惨，到北风北的时候，我想说给搞。北风北一点，南宫水兰告微道啊，你猜吗？哎，真的，打出去，那个就是背到一个极致，真的很极限哎。然后摸起来就给搞，用摸的打出去，我要自摸。哇，真的？你反正听什么？反正听什么？我听三万，然后我以为是筒子，我就打出去。你以为是筒子，把它打出去哦？三万跟那个时候是喝醉了，有点像，是有三万跟二筒有点像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因为你知道他有一次很坏，我有一次就是李楚啊，然后刚好我就生日，我就找一群人来家里面玩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招待大家，然后又喝酒喝的已经很醉了，然后他小天就跟王建民讲，就故意说啊，那不然这样子，我们为了庆祝你这个李楚。
运气一定会很旺，不然输钱给你，大家来推筒子，我们把钱输给你，你就可以去买家具。传播锦心雕啊，对啊。因为我生小孩的时候就是，我生马奎尔的时候在日本，那我肚子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入院？我就入院去了啊，因为我先生也不在，刚好被抓到警察局去，我就一个人去了。去了就哎，等一下肚子不痛，我就偷溜从医院就溜出去。又回来啊？没有，我就溜到那个破卡。打扑克的地方，金扑克有没有？扑克牌，我在那边打扑克啊。哦，对啊，以前嘛，三十几年前那时候不是马仔那种的，对对对，我在那边打打打，哦，一二三四五，红心，我啊，哇，又要生女溜丁了，溜丁，柳丁哦，对，一二三四五，同花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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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柳丁啊，对对对，哦，顺大顺的，一二三四五，同花顺，一二三四五，啊，你足厉害啦。红心的，红心的，你话这，就该话这，哎呀，你十几万吧。哦，日币也很多，不是妈妈妈，为什么你生小孩那么旺？那为什么妈妈你出？我背到不行。可是啊，我马奎尔还真的带财。我生完以后，很多大哥，很多大哥包红包包了200多万，回力啊，包了800万呢。你票了啊！哇，你票，而且你说你出，哎，你们都姓马，怎么差那么多啊？不是，就是我也是啊，就是他们来庆祝嘛，因为他没有怀孕呐。不是，跟我你出啊，那你出应该也是好事啊。他们就说要推桶子嘛，就推推，哎，莫名其妙呢，我大概不到两个小时，我输了10几万呢，真的十几万。到后来一直哇，可是他你知道他赌性很坚强，所以到后来没有，他就是要凹，后来一直掉钱。我就是要凹，不是，然后后来掉钱，对，就打电话请他朋友借钱，筹钱啊，因为推桶子一定完，我们要看到现金才要给才要推。对啊，没有，但是到后来我觉得我说哦真的不行了，这样不行，就我去厕所里面，因为他们说你那个把内裤倒过来穿会好一点，然后我就进厕所转运。你那个时候是出使下策吗？不然的话你不会做出这么卑鄙的事。对啊，我就想说我下策了，再这样输下去下策了耶，这没办法了。我想说那把内裤倒过来穿好了，最后我把内裤脱，我进厕所我把裤子脱下来的时候，发现到你干脆去换脚，不是不是，好像有人说不穿会更好，那我所以我就干脆想说不要，也别怕不要穿了，我就把内裤直接丢到洗衣机去，然后我就把这裤子拉起来就直接穿上。穿上去的时候不小心拉链一拉，说：“哎呦，还夹到了，夹到了，很痛，那一点点夹到。”在厕所里面尖叫到啊！你现在是要跟我们讲说你夹到可以会夹到？对啊，你那个大小，我想问你输钱。那个夹到不需要多大，好吗？铺梗铺很久，应该算蓄意的，只要凸得出来就夹得到，好不好？就后来我那时候。准备好了，出来外面准备。还没啊！你要丢一张17张了，还没完呢。看到这么长，你是打完不能聊天的，你觉得？对，你是一个打完不能聊天的人。然后结果后来我出来之后，哎，我发现到没有更好，哎，反而更惨，所以让他输了更多。所以后来我那你那个房子不好吧？啊，对，房子还不错，好不好？那后来卖掉了。那你有跟那个赌神说话吗？我没有跟赌神说话，赌神我在厕所里面怎么跟赌神说话？你可以跟他讲啊，有些人直接到厕所直接骂人呢，就在讲走开，你走开，你不要再来了，走开走开走开。这好像灵异事件，严重的啦，有哦，你讲这样子就是我弟弟有一次啊，他跟有没有那个演那个，反正以前的明星就是关什么有没有？关之琳、关德辉、关锦鹏、关德辉、关公、关永和、关永、关永、关永，关起来，滚来呀！关之琳、关之琳，全力必死。没礼貌！你敢吗？妈妈，你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跟打麻将大家都会胡言乱语？为什么会那么胡乱呀？哎，他们关大大咪啦！什么东西呀？最好叫关是什么？关什么？关什么？关世音！关世音！讲话，以前那个关洛英，他以前和尚有没有演那个？哦，无花和尚那个啦，关冲冲啊，关冲啊，关冲，多少妖鬼啊！关冲在前面看我多难过，对啊，有关洛英，有关什么？对啊。关好久才放出来的关打到半夜，你知道吗？那他们在顶楼嘛，不知道12楼还是什么顶楼，然后就一阵急静，然后就听到万马奔腾哦，哎呦，沙在那边叫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真的这样子，每个人都静下来，每个人都掉下来，就这样，就好像很多马这样，万马奔腾，天兵，他们真的在天上还在杀。哇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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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洛英。我跟你讲，就打麻将打到碰到这种事情，等于是碰到灵异事件了。对，碰到天庭的妈妈，哎呀，万马奔腾，天庭上面的人在杀，天上就你们万马奔腾这样，是在很顶楼，很顶楼打楼，所以离天庭比较近的，近啦，妈妈比较可以没那么好。如果顶比较下沉，比较下沉一点，不就很多人在喂汤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自己录完应该很多人又问我真的假的。
踢爆骰子赌很大，来宾个个无法招架。欢迎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。该我，来该你了。打牌真的，哦，记得好好。打牌真的会有鬼，会有小鬼。你知道有时候一直会钱呐、啊，会不见，就是有小鬼在拿你抽屉的钱。所以你打牌的时候，你要一直推抽屉夹他的手。哪有那么夸张？真的，夹到自己的手。我都会这样，很累。因为有时候你鬼很不好，就是有囡仔鬼吼，今天啦囡仔鬼头给列钱去有对家还是？这应该是你阿妈阿妈跟你讲的吧？妈妈她有用五鬼搬运法吧？可是真的，然后我就听说一直夹。真的这样很讨厌呢，就是人家打麻将，对啊，很吵，你一直晃桌子，好像在打麻将，一个人一直在。唱歌一样，然后你输了还不给人家说你要钱来拿，来拿。我打麻将会一直唱歌，我也会一直唱。讨人厌呢，唱歌会赚，会赢。我唱歌会扰乱别人呢、啊。可是对，会扰乱别人。例如说，他打一秒，你说啊，姐姐叫号九五九啊，你对，自摸啊，对，还中动哎，哎，你点点自摸，永康哎，还有听七品啊，听太慢了，好厉害，就是没有认真玩呐、啊，那也会很认真玩。哎，我狼啊，我狼啊，换位置了，换位置，哎，我自摸应该三个起来换人吧，对，换三个下来，换三个，换三个，换三个。换甜甜米可白的，我不太会打。输掉起来啊哈，好吧，输掉起来啊。还是我们要玩别的？你们除了打麻将，要玩什么？洗八刀，洗八刀啦，扑克牌，洗八刀啊。好，洗八刀啊，可以。喂，这你专门的啊。洗八刀输赢更大，因为如果中了一次1000就没了，或1万。对啊，人家说所有的牌哈，这个都不掉。对，不掉，不掉。嘿，你亏好的话呢就很好，亏不好的话就大好大坏。我曾经看过我朋友这样，50万一叠放在这边，就两个这样。就50万拿去，对赌，一把吗？一把50万新台币50万，快点讲你，哦，这么有钱啊？对啊，这以前你看，以前人家把它当金子在用。你有没有看过4000万的直播的？哦，这个谁？是啊，南普南普，哎，是啦，一个两用，是啦，皮哥呀，他短卡，他也是洗板刀啊，伊用他动作扣级的用啊，那对啊，他就是一把，对啊，假如输了他就走了这样子。哎，现在一些名人呢，也是都打30万一万。30万1万的，30万1万的都有名的人。哎，那我们要玩一把这个，好，玩一把啊，怎么处罚？怎么处罚？快！哎，过年的时候想想，就是这个如果要玩，要大家怎么玩法？哦，这人家压多少？最多比如说压5000块嘛。像我们最输的来处罚嘛。输的我跟你讲，最输的要做什么事啊？输的他恐怖什么？就跟白云哥磨鼻子就最恐怖。很恐怖。好，我不知道是你捡到，为什么要玩这么大呢？多大一点啊？是了吧？这太贵了吧？这不好吧？我跟你讲，亲他的跟他接吻，亲他的嘴巴，真的假的？金姐要加入啦！金姐要加入啦！金姐要玩啦！金姐你玩啦！不行，丢啊！这个秀色怎么差价？全部这样子，总是还是要丢了。金姐外公，你都来生了，你滚！谢谢你们。收敛，刚下手，好好来，这里嘛，来，外公，我手可以再给幕后呢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哎，六点，我给镜头看，停，我给镜头看，六点，好，好，来，没有，哦，就惊啊，先啦，不要逼急哦，先啦，就算交接给你的啦，嘿，嗯，逼。八点，你看你。快点，第二 round 要开始，要快啦！是甜甜，你心机好重啊！我的脸，哎，过去了。小甜甜，你这样就完全你自己而做的嘞！我的员工就骂你，那我就开心衰啊啦！没有，没嘴太嘴了。我觉得你心机好重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亲完晦气就过去了。
就是记得把你好运把它送到身上，他身上对对对，运气多好啊，把要过来就好了。我为什么要来上这个节目？我为什么要上这个节目？就为了要吃小甜甜，快点啊！等一下，嘴边肉啊，嘴边肉啊！哎，兄弟姐妹，亲个嘴的关系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我干嘛要下来让他们惩罚？啊，你前面那么开心啊！哎，这边米可白要理我，只能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加把劲啊？你刚刚生气啊？好，快点！好了，来了，快，快速就好了，快速。啊，这里哦，在这里哦，好不舒服，嘴角哦，嘴角哦，嘴角哦。不行，不能用手，没有借位，没有借位。野鬼毒话了，我先踹掉。哎，你只帮我头压好啦。干嘛又不是？干嘛压人家头？头压好啦，快点，快点，一脚哦。你把看差不多，眼睛给弄丢了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快点！来来来，快再一次啊！马上再一次，看有没有转运。毕竟杨红连中出败啊，没有了，你们要听啊，赶快。对啊，一样，再一次啊！不是甜甜，她有自己的一个，就是转运的很恶心的。你转运什么？转运就亲她。不是不是，还有更恶心的。更恶心的。如果有时候腿不好啊，不是有时候会转牌子，然后我会这样，就是会用那个大腿内侧磨一磨，然后去碰一下别人，会。不是啊，你刚才弄到哪一只牌子？这只那一只，所以有时候会丢掉，因为很多打牌那个晦气真的会很恐怖。看有没有转运，有没有转运？来来来，给我拿过来。转运快点，再一把啊！最小的亲白云大哥哦，没有，逼机逼机没逼机，五点很小，死了死了五点，不是了，卖肾了卖肾了卖肾了，可以了，卖肾了，快买这两个，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，对对对，你们那个。妈，我们好怕。方瑞文说他好怕，我肯定要跟我们说说。你妈怎么过他大家呀？我惊啊！四点，哦，四点，他几点？白痴，自己喊的，白痴喊四点，会有好点，有了。你今晚先来怀疑一下，你今晚先等啊，你马上。你白你喊四点，我说十点呐，五点还硬，我们听四点的，我们听四点。等一下，啊，搞不好他三点呢。现在来吧，哎，如果你三点的话，你不要三点哦，现在我三点输的就三点哦，三点，我三点，我们三点呢，三点，啊，你倒，你别，你不要一直紧张好不好？好了，来，忍住，忍住，牙一咬就好了。那个掉两把算输哦，三点哦，哇，肌肉出来啊，前有 BG 的脸呢 ，BG，BG，BG， 怎么都没有 ，BG，BG，BG 啦，小云哥，你给人家的压力好五点，五点，五点。好，慢点，小董，再多加一个人，好不好？我失败了，你不要还他。好了，这把再加一个妈妈。三点三，没有，没有，不过来。妈妈也不是，嗯。哦，我七点，好，我赶紧，名额排出来，妈妈，还没，妈妈，还有加入，妈妈加入，妈妈加入，妈妈来，哎，去，妈妈哭死好友。不，我这哪跟强？哦，妈妈有跟那个白云接吻。哦，十点，超大的点啊！米可白啦，米可白，恭喜米可白，过来，恭喜米可白，米可白，好友，你都太愿赌服输哦。等一下，米可白，你大概这辈子不能玩洗巴刀啊！他，你是之前也因为洗巴刀害你爸爸输很多钱。哦，因为我爸爸说小孩子的那个 key 卡后，所以他就叫他亏啦，卡后说叫我拔，我叫一拔哦 ，B 机，我爸输两万，一拔两万，对，一拔两万，这么大哇！骰子终极惩罚，米可白稳封上胆。欢迎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。那你要付他两万还是亲他？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恐怖？我可以再付少一点吗？不行啊，那个公定价格就是这样啊。好，来吧，快点。我不动了，你来动了。对，对不对？不要说，哎，你们也不要压我头了，我不习惯。哎呀，不用怕，就有时候礼貌性这样子，有没有？长辈嘛，你就当做宠物啊，当做小孩的宠物啊。对呀，不小心吃大的宠物啊，对呀，就当做你养个神猪嘛。这里哦，一定要靠到嘴巴这一块哦。我给你选啊，
金杰是嘴巴这一块，不然你就是这一块。下巴下来，这样好不好？你们不要在这边，我们到后面亲嘛。继续到不了后面了，不要不要，快快来快来，可以脸脸颊跟嘴巴和下巴吗？我们没有了，就是嘴巴而已啦，你要亲那么多？对呀，我们是选择要求那么多，镜头要看得到，不会白人镜头要看得到。哎呀，没有看，没有没有中，没有看到。镜头上面，你要脸再过来一点点。你真的压力有多大？救人哦！你现在冲啊啦！起来啦，怀孕了呀！哎，上一次他这样叫是在做消耗配音呢。会，这样你会怀孕了吗？哎，你会痉挛哦。我落地哦，我落地。好啦好啦好啦啦！谢谢的谢谢的谢谢的，开心啊！那该你做妆，少伟。对啊，少伟，你来做妆。不，你还做妆？可以接受啦，赢的可以跟他。赢的，点数最大的，点数最大，赢的跟你。妈妈妈也要玩吗？要，只有他没有玩，好不公平。一个有玩吗？不用，快点快点，赢的跟我睡，我要先甩，对不对？你干嘛甩我？不用了，不用，他们四个，他们五个比而已啦，他们五个比而已啦。这也太亲你哦！还是就是，我你毕竟大都亲你也好啊，也好也好啊，对啊，你先来，你先来，要赢我的才可以哦，对对，赢你的才可以，才可以，好，合理啊。那所以我手气好，就说不定都没有人。还有评点呢，评点再来，评点再一次啊 ，PK PK。哦，好像没有，那毕竟就等于奉送喽。对啊，毕竟就奉送，轮流亲了。哇，九点呢，接不到了，九点，加油，小甜甜心想要十二，不可能，小甜甜加油，好了，就一个人牺牲好了，甜甜加油，也蛮大的，很大，小甜甜这种，你怎么这一次这么认真？五点，但是那个命没那么，就那个命啊，运好烂，白云的命啊，九点最大的啦，九点很难，对，没办法，太难了。失败！你的人生大起大落，不是？我跟你讲，那个板，第二个，你让他选择，他选两点还是失败？让他自己选择啦。在国际裁判规定，国际裁判真的是十二点，哦，真的不能选两点，超起就是十二点，你先超起了，恭喜，好，来来来，签了签了，签了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，立马爱他啊，立马爱他，对啊，他就有一点，他搞每个都要亲啊，搞点咪呀，我亲吗？背点嘛，背点挂金，哎，挂点，挂点没有，好可惜，好可惜啊！前面而且，来个两个老张哎，你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是啊，笔记也在呢，笔记白云，笔记白云，好的笔记耶，一直磨的话就比我们差了，带几个，带几个朋友啦，笔记来来来，讲一讲，笔记是白云，来哦来哦，妈妈妈搞不好哈，哇塞，失败啦。哇西，我彩电嘛，彩电一千四，差点大爆，差点不要极限了。啊，那到了啊，你也关了。哦，五点五，我多谢多谢，阿丽老师，没有赢的才有啊，赢的才有了，一个牌，这是福利，哇，这算是福利吧？算福利啊！你看，白云再看看他，不然这样子啊，白云哥跟少伟两个选，少伟对嘛？是不是？对呀，看功嘛，坚毅，对啊，对啊。阿丽老公被冻固，还得抢牌过。没有人讲这个，好了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聊天聊得久的。今天的那个手气还不错呢，他大起大落了。他输的是跟他赢的，老少通吃啊。等于是你有上有下，还不错啦，不错啦。今年运气北败啦，你贡献一个转运的运气。他去年就贡献了。我贡献一个转运运气，就是因为我家里有神明，所以我都会拿我自己的镜子去拜神明，就说如果我照过他用过镜子的话，我就会发财。而且会越漂亮。去拜神明。对对对，我替我行去拜神明，然后说神明嘞收那个镜子，他也会自己照，说神明照过的镜子就会发。真的？那你们家的主神是谁？我三太子跟夫人呐，翁牙呼林呐。三太子有夫人。三太子。没有。三太子啊，跟呼林嘛，两尊啊。呼林嘛，对对对，是女生的神呐。对啊，对，那照照镜子还不错。对，我就用他的镜子。是谁教你的？这个是我自己想的，后来我发现真的有。自己想的啦。哎，可是真的有差，因为真的那个财运很好，而且人会越来越漂亮。所以我在我的。你讲这句话。有，他后面那句话真是。没有没有，而且。很奇怪，我们的包包都会两个镜子，一个是神明用的，一个是普通人用的。啊，人家跟我借镜子，我就拿普通人的。你快点，快点，可以换你亲我吗？我觉得很害
羞哎。哎呦，阿姨，那可以邀请来，你可以邀请来，好主动哦。我先上哦，啊，马先啊，我先上。不这样子来，我这样夹着来。安全之吻，你这样亲过来，这样子哈哈。那要怎么去，对不对？他的金锐，你已经客气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呦，意思一下，意思一下，追掉。那记得给大家亲到我啦，对啊，有感觉啊。哎呀，你有吃亏的感觉吗？亏了，又亲到我。吃亏了，那再一次。你敢抱出来？抱出来，要抱出来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然今天因为今天。不是啊，因为今天芳姐是出片嘛，对啊，不然就是芳姐做妆，然后我们三个男生来跟她。可以，可以，好好好，好厉害，好怕，来来来，不要怕，怕不够开心是不是？我怕不够开心，对不对？怕不够，怕你们一个一个来，还是你先甩，再决定要比大比小？不行，这样子啊，先讲，对对，他先甩，对啊，你丢进去，然后你再决定说你要比大比小。那完了啦，对啊，搞不好他一次可以吃三个啊，确定。有 BG， 有 BG， 比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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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比小就不用比了，比小比小比小，就是说 BG 而已，对，就是 BG 而已，对啊，其他都要抢先嘛，抢先，对，不错，快点呐，代表，快点，他急了，他急过来，急过来，哎，啊 BG， 不可能，包括被甩了，我给你卡了，真的，金价给卡了啦，认真一点，怎么啦？有啊。他记啊，那个意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记啊，那个碎碎，然后我妈在用的哩。哦，我不，我不，比较碎。结果12点。哎呦，12点你要亲那个，你换你主动亲哦。嗯，一直还是没有老板拿过来点好了。不会的命啦，你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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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大点。哎呦！哪个一包？你话伊讲，你就话伊讲哦，你枕头啊？五点，五点，耶！是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其实想要尽力的啦，但是一定的规矩一定要让出来。我来三点，他就卖金马了，好不好？不会失望的啦，你绝对不会失望的啦，一定很大。恭喜姐姐，这么多年是小小姐的。不是要接吗？你来接，你有出错吗？你们先接，开酒嘞，温柔一点好不好？你们先接嘛，没有先接啦。反正代表啦，我你让位啦。我刚刚没有讲清楚哎，就是比他大，他是三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比他大一点就一分钟啦。哦，没有啦，九分钟，哎呦，六分钟，呼一声，累了，眼睛，啊，那呼一声都不亏啊，呼一声，记得那个，你看你12点的，你记得去，哦，是啊 ，push， 哎呦，一下，豹子，豹子，这个从现在起呢。哎，从现在亲亲到明天中午，对，到中午，对，一个少伟代表亲一个晚上，亲一个晚上，亲到 ending， 不是亲到 ending， 亲到明天。你也不要这样子啊，六小姐，你今天就跟少伟回去了，哎，快点，赞美小华，那是要怎么样吗？你教我吗？我不会。前面是前菜，比较普通的菜，冷盘先吃，吃哦，冷盘上，那是怎么？三层肉，亲他要亲我，你亲他，你要主动一点，你要主动。不懂啦，那这边呢，嘴角哦，哈，嘴角啦，哎呀，金姐慢啊，你啦，金蕊啦，没有亲到，快点口音，没有亲到啦，要礼貌啦，哎，他真的很怕，不要想那么多，有亲到，还好啦。哎呦 ，combo 来啊！哦，先好啦。哇，真好，就斯文的先来啊。先啦。你看我金来就忝嘛，你要等你滚啦。够啊，够够你金。这等于吃大餐有没有？主菜、前菜来，主菜来了。主菜哇，鱼翅燕窝来了。后面就剩下汤圆了。就先吃主菜。花好月圆了。主菜来了，主菜来了。哎，我一些个。对不对？一星呢？一星还请出马仔哦！哎，那个运多好啊！张红小生哎，好 ，end 到 end 呢？长篇大卖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你还躲？好，你再躲就没肉吃了。白云猴集大小通吃，吓坏台语。麻辣天后宫。
不是，有啦啦，肥肥来啊，你往来，空马来啊，这样刚刚推口啊，对啊，空空来啦，来啦，你可以来啦，可以啦，所以这么熟不要啦，就是这么熟啊，熟的啦，不要客气啦，我们两个会不会笑到隔天呐？哎呀，对呀，不要客气，手放下，你不要来一只大只的放在这边，我帮你收音啦，收音是才有情趣。爱我嘞！你这样喜欢他呐？他像强暴一样啊！他强暴，但是你现在的眼神是啊，他那样子要强暴呀！快来吧！还能阅读无数的？嘿呀，欢喜啦！嘿呀，笑毛被笑。哎，那把口都红啊！你看，光棍头被看红了，欢喜啦！看到啦，真的嘞！什么啦？你感觉你跟他红蛋，为着阿天，你怎么去被水杀了？为着十来块，我了就一条，为着十来块，杜小你笑了，看笑你笑，为着十来块来唱。紫色寒秋。歌舞剧，好精彩！卖啦，我想卖啦，我今仔无爱啦，我妈妈讲啦，爱100万，那无我都无爱。我给你200万，好啦，卖个垃圾啊，变啊你啊！好可爱哦，你要做高级啦！啊，掌声鼓励姐哦，你哦，哎，过年就要这么好笑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好玩，还有什么好玩的？还没有过年，过年需要补财库了。对，过年拜拜，怎么补？怎么补？没有，谁有去补过财库？我补过，土地公吗？你先讲一下，我土地公是吧？汤老爹吧，汤老爹哦。怎么补？就是那是我也是打过年期间打麻将，然后他们说好像初四还初五，其中一天是补财库最好的日子。然后因为说好像是迎财神，迎完之后你就要去补财库。然后那天我就是圈内，因为有些大哥就说介绍我，因为看我们常玩牌就输嘛，说不然你去补一下好了，搞不好我会把你这个整个运势带起来。我说好，那我就。哎，马国贤又爱赌，哎又不会赢，很奇怪。就是陪大家玩嘛。他重要就是女色，他真的重女色。就后来我就去那边就补了，然后那天我去补了，我还想我很开心，因为一般他们说你补完之后你马上找朋友来玩的话，一定会大赢，立即见效。对，我那天就是。上午补完之后，下午马上就找人家来家里面玩。就那天，哇塞，好厉害哦！嗯，我从来都没有输过。我真的，我这辈子没有在输过那么多。而且还是在补完财库之后，他想说我大概那库房已经补到满了，刚一次要我卸完。还是你补错了，马国贤补到马国币去了，有可能吗？我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。不一定的，不是字啊，不是字啊。你听说你干嘛？那个谁？郭彦均打牌啊，因为之前刚开始的时候，郭彦均算是我一个牌咖，然后都跟他有几个，因为很多姐妹套这样子，然后都去他有姐妹套，就是几个女生的朋友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去他女生的朋友家打，然后几个女生呢就攻他一个，因为我们三个是女的，然后就一直攻他，一直攻他，然后我们就说你到底是不是 gay，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高度的怀疑他是 gay， 因为他也没有女朋友，没有干嘛，然后每天都娘娘的，然后在玩那个牌的时候他就。整个很阴柔，然后我们就一直问他到底是不是 gay， 你是不是男朋友在当兵，所以你最近才可以常出来跟我们打牌。哇，你想讲，而且你知道讲电话明明声音对方感觉声音很 man， 他就说他是他妈。我想说你妈妈是就是灭绝师太吗？怎么可能声音这么 man？ 然后后来我们就一直说你到底是不是 gay 啊？到后来他就说我是啦。他就后来就被我后来不是有人讲说他跟张瑞佳还是？张瑞佳是郭彦甫，哇！你今天爆出八卦哎，哇，好八卦！可是他说他是，但他也不，因为他花边新闻从来没有跟男的、啊，所以他应该不是的、啊，只是被我们逼疯了。哦，是啊，烦死了！但我跟你讲，现场有一个更恶心的转运方法，什么？听说是跟体毛有关的。啊，对，马国仙转运物很吓人，超神奇，频频吸引好牌。欢迎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。对，我觉得最恶心、最毒的就这一条了。可是那很，可是问题是要马国贤，对不对？问题这个是要有用啊。是你吗？对，真的有用。我试着没有用啊。太低级了，太低级了。怎么了？什么用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待会你到里面试一次，再出来。你先不要讲，先进去，你去做你的法。真的假的？做完之后再看会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对，看是不是真的你会赢。真的吗？对，你先做啊，然后待会再告诉大家。那谁敢跟他讲话？我。他谁敢摸他的手？等一下出来，而且他不关门哎、欸，你干嘛不关门啊？我们关紧一点呐，我们不要看你啦，不要看。哎，打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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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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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给他几杀啦？这啦。哦
哦，好厉害 ！OK， 哦，好来，来，谁庄家？妈妈，你就庄家了。你青菜的呀？嘿，来，你青菜了。哎呦，哦，二三十啦，嘿啦。哇，打得好快哦！你要不要叫马国贤快一点？不然他整个都完全都不见了，完全都没有了。哎呀，他为了找一根乌黑亮丽的，结果一直拔，一直拔。这芳姐，芳姐，你怕麻雀，你怕烂了？你打得好不好？我不大会打，但是我就是有一次打哈，然后怎么你知道吗？牌越摸越多了，结果摸了好像20几只了，那牌掉到旁边去了。我不想一相公啊，不能搞共。16只你摸到拿到20几只，然后那个牌都白开的豆角球那个皮啊，那个你们都没有，你们都没有听他讲哦。他抓牌16张抓到20几张，抓到错，放不下，排不下，可以掉到下面去耶。对呀，是啊，所以说第一次打牌。马国贤。出来了，好了就出来哈，马国贤。国贤哥，你好了吗？好了，怎么会这样的？想蒙就怕了。我都不爱，我偏偏要掉好几赛。快，钱拿先起来，给他给他打，看他的牌运会不会变。可是牌不是我抓的，没有差啦。他抓的比你牌很好。等等等，这样子，钱拿完，我觉得那个要让鸡鸡看得到的地方，跟马妈妈换，你跟马妈妈换。给看镜头，牌他摸过了，看过了，要看没有关系，看你进牌好不好。马国贤的手怪怪的，哎，我不记得手，因为握在手上啊。我要看东西，看马国贤的牌好不好？七张了。马国贤为什么手老好像有东西？手上，你干嘛拔一把？对啊，手上不要。哎呦哎呦，拿什么？好恐怖，谁受得了啊？三凤，马国贤。哎，应该看不清楚吧？你摸到卡章哦？对啊，摸卡章啊，还不错。有，真的，可还不错，可还不错。还有暗杠啊，但摸摸丢卡呢？真的有，真的有，厉害哦！哎呦，厉害哦！有点快，轻松点点，天哪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我可以问一个，就是如果真的在打牌的时候手握一些东西，人家这个算不算是？你管他的，签，我还管他的。只要不是跟牌，你帮我把推出来一下好不好？可以这样吗？你好像哆啦 A 梦，我们伸手，真的有打。你很喜欢帮助别人。你手怎么了？你好哆啦 A 梦。对啊，把国贤。哎呀，那个鸭子捏着不可以放开。坐在手上面吗？还不错，不要影响到我。没有，因为我都把它夹在那个。甜甜，你要跟他斗法。食指跟中指中间。你不是也有一些食指跟中指中间？但我来不及拿，快点！你跟他斗法，你拿那个尺啊。可是我牌那么好，我干嘛跟他？哎呦！哎，真的，甜甜，快，赶快，赶快。我头。哎呦！哦。你难道那个不能放在左手吗？啊，真的哇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！你不要看，你们不要看，你们不要看，你们不要看，细色细色，哇，好厉害哦！想不到你的手很像邪，天哪，他抓了什么东西啊？邪门呢？好，邪门哦，这样恐怖，他露出来啊！你有看到啊？对啊，都有。你现在在看他手，有啦，手黑黑的东西。哎呀！没有没有白，那个国贤的已经白了。喂，叫，当什么？而且他从那个食指跟中指的缝里面露出来。哎，对对对，真的黑色的东西啊！哎呦，你打两个四条哎。对啊，打错了，打错了，打错了。金牌不错，可是我打错了。就是运不错，但是他的那个牌技很烂。四条。对啊，就是笨而已啊，输在于笨而已。惨呢，金牌不错。难怪每次打都输。你看甜甜都不会动啊！真的，你要赶快做法的啦。牌完全不动，对呀。哎呦，没办法。哦，怎么办？这好难玩的，不会打的，牌太好了。哦，真的，那怎么打？等什么？是这样哦。哪是啊？可以啊。他根本是乱打，他不会打牌啦。打错了哟！终于知道了，不用管他。不会打牌啊！你完全不用理他，没有了，换下一家。对了，对了，没错了。是哦，是吗？哦，甜甜，蓝风，甜甜，来换你了，错，没错。对啊，他这样打错吗？是那个吗？快一点呐，这样快一点呐。8万了，赔啦，背班，背班，分了。你没错，你捧我。嗯。你没金班的哈？我是在混的。金班，你那是怕现在怕一支啊吗？哎，你看啥啦？你阿伯告等个拢跪翁啊啦！我怎么会这样打？想家，有青菜啦。看多加最好了。我低嘛。南风，哇，你牌这么烂啊？可以的了，可以了，一进厅的了。哎呦，一进厅哦。
烂呢。哎，越来越长哎！我看，我看，看，几只了？到底有吗？你相公了？相公啊？他为什么相公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这么多牌，哪有相公？没有，刚好了，刚好了，留着啦，留着。你怎么？为什么他用完反而不会打牌啦？要是我啊，因为再出去，再出去，六万。那你八万碰怎么不拿进去？啊，不好意思，相公啦，不啦不啦，相公啦，不啦，大家都在抬杠，你啊，你公啊，相公啦，记掉了。有了吗？有了吗？大家拢在开讲呢。哦。哎，阿你是安那？阿亏啦，阿未啦？阿未啦。一直有进账，可是一直打错啊。我靠，在外加提一倍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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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不过他从九饼打了被人家碰走了，就整个牌都歪掉了、啊。嗯，真的哎，可是牌还不错，说，好恐怖了，嗯，就恐怖。二万，哦，哎呦，糊了耶！哇，等一下，我们重点不在谁糊，你手上什么东西？那个，哎呀，那个夹在那个食指跟中指中。你给镜头看一下，我，对，哇，好恶心啊你！是哎，要多少？一根就好了、啊。嗯，没看到啊。你刚才打开好了有啦，有看到啦。衰啦！但是你的还是你的刚才用那个牌子用海边的还是赢他的？对啊，但是这其实这个作用哦，我曾经有听过一本书里面叫做《万事不求人》。嗯。那有一个是把，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对不对？我进去出来之后，我不小心每一个人丢一根在。他的头发里面，鬼会很差。对，他的你们三个的鬼就很差，我就很旺。是真的吗？但是没有人试过。有这种说法，有这种说法，但是有没有人试过？那万一他真的是个白虎怎么办？他一辈子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啦。别人会跟随。那他干脆拔鼻毛好了。但白燕哥既然没有人试过，你要不要趁着今天就试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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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个这样。其实我都拔光了。马国锦真的刚拔了。对啊。真的拔。哇，他真的哎，好敬业哦。很夸张，因为你看我刚。哎，他刚才真的有差吗？他有，他进牌进的很好，没有他牌进的真好。他现在对吧？一进厅还是听了？一进厅，一进厅。对啊，只是我刚打错牌啊。他先打九饼的被碰走了，他牌显然就走掉，而且不要赢。不然我牌真的好。不过我觉得最好的还有一件方法，你知道吗？哪个方法？就是大家打牌找个人来唱歌也不错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如果现场有歌星，刚好就要去玩，对吧？对对对，那就欢迎马妈妈，马妈妈，那我们可以继续打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对对，这样才尽兴嘛，然后继续打，继续打，快快快，边打边打边打。那瑞儿姐，你要带来的歌是哪一首歌？我的新歌《爱索连》，爱索连啊，对了对了对，我希望我可以摸到爱索连，爱索连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受不了，直接装，哇，好像。半唱带哦，今世是一条破链。哦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总是予我感慨万万千，我在心间。啊不，再来一首歌好了啦！好，对啊，就今天就唱到过年好了啦！对对对，唱到过年了，这个可以了，这个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
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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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